不好演。演了现在觉得其实真的还蛮难的。我也没有尝试过这种喜剧的演法。太骚了，真的好个劲！是不那么唱皮啊？我给你看，你别玩了，不要玩了，啊！喜剧的 tempo 要怎么抓到？真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点是不是能让观众产生反应。这个是喜剧来的，你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到现场我们都没并没有真的是照剧本上面演，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在现场撞出来的。我们是按着本子走的。对，我没。对，我不知道。对，我没。到底是对还是我没的？就知道我是警察。你们，有时候我们在现场彩排啊，或者对词的时候，有些好玩好笑的东西就直觉了。如果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好笑，那我马上就。有一场戏我特别喜欢，原本的设计是我一站起来，然后我就要抓着衣服就要揍他，然后文章就把我拉下来。后来文章就说：“哎，觉不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是这么站起来，先把三个摄影师的那个东西关掉，然后再往前冲会比较好。”好像那样子是真的比较好，我就真的就是照那个节奏去。哎，干嘛？哎，别紧张。之前他们调好，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的确做到当坏人那一点，但是并不会让你反感。导演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很大，现场他就很放松的让我们玩。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喜剧是来自本身的。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TVB 题啊 ？TVB 题就是 TVB 剧集里面常常会讲到的，他就笑了，你看，是啊，发生这种事呢，大家都不笑笑的，你看他笑的不行。那你肚子饿不饿啊？要不要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其实就雷永基演吗？我蛮喜欢 TVB 的 ，I love TVB。没有，但是内地就是还没有人玩懂啊。哎呀！穿裙子扎一个，不穿裙子扎一个，好的，我拍特技。你知道我觉得开心一点，因为不知道他怎么好打吧，那更是错了。就是有点厉害的吧，哈、啊！你看过什么什么？那，对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没抖啊，冠军啊！对于我来说，拍这个戏是开心，是愉快的。戏我拍的挺开心的，拍喜剧很开心啊，就是喜剧一定要开心，要不然也不出来。而且他处理戏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还蛮冷幽默的。我这个人是按理说应该没有任何喜剧成分在，但他有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冷幽默的感觉在里面。我跟博尔假订婚那一场，我姐姐过来，她是来祝福我。最后一个可以搞笑一点，反应大一点的反应，要反应大点，对，有点冷掉，真的没有成分。然后我姐来了一句：“其实我真的很想抢你的婚。”那导演要的就是吐了一只苍蝇噎着的那种反应。蛮好笑的。我觉得那个对演员其实有时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创意丢出来的情况下，就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其实有时候拍戏的时候没有当自己是导演，我也当自己是个观众。起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好不好笑。这如果我都觉得好笑，就可以了。在现场，我很愿意跟每一个人去开玩笑。今天，谢谢。去
通过我的一些方式去能起到一个很轻松很好玩的一个状态。你们几个一块儿上来，过来，一块儿上，来来来，都一块儿，都一块儿，来过来，都一块儿。你真不害怕？来，你澳洲人。都消停的啊！等等等等，三等一棍，大半地，他的推开谁没死的吧？他就属于班上那种调皮又聪明的男同学。导演，有没有女朋友？别闹了，喝酒了。跟你对打一次，真打一次，他老欺负我打。来，来，我来了，打我，还不打？好，好，我老爸来了吗？我错了。他就是自身的有那种幽默感在身上。就随便说出一句话来，你就会觉得会被他感染到。不好意思，这个拖鞋是我的。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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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起来。哦，我看还好，一看肯定会笑的。厌烦了。我演的没问题哦。那个，好，开，开，开。他在笑呢。开，开，开，开始。啊！来。啊！行啊，来个啥？哎。我操！我给你干嘛救我？来了吗？不要！芭蕾跳吗？还有另外一个。哈哈哈哈哈哈！总之这个戏我拍的挺开心的。有像吗？有像警察吗？好。放布尔跟 Angela 就是。欢喜冤家会一直斗嘴，一直斗嘴。跪下来谢我。那个好好喝完了，不用帮你下。sorry。哦哦啊啊啊！大家。那是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家，你要把这个。哈我去抓小偷，我破获我什么？抓小偷破获了美超集团，我去。再来。大家，我去，再来。那我在上帮你拜呀。OK。大家。帮你消费也行啊！我觉得今日是天要亡。妍希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台湾姑娘，她呢就大大咧咧的，不拘小节。Action！ 嫁给你都，嫁给你都，嫁给你都。好。什么问题啊？太多了。我地震太多。哎。我觉得我的反应做得挺好的。好，再来。嫁给你都。报什么稿？好，再来一个。干。啊？哎，我这个针已经没有再没有比这个针更好的了，已经。就第一次最好没了。对吧？长一点好。哎，我真的演得很好呢，这只手。你不错。我觉得第一次演的挺好的，问题在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重来一遍。我觉得你要去问文章，我觉得他会知道理由。去问他，去问他，快点，快点，快点，去问他，去问他，去问他。我就问你怎么，我只手成日都唔啱位，啲嗰啲演员啊，只手唔啱位啊，所以咪要再嚟多几次咯。我们有很多吵架的这种戏在，所以我们就私下也非常敬业的，就是在大家看不到的时候也拼命的练习这件事。这边呢、啊？不是这边吗？这边呢、啊？这边呢？喂，大哥。
哎，他错了，你为什么不骂他呢？我觉得就是拍了这么多天，这么多场戏，就这场演的最好，很幸，很幸。那个被宰有的反应做得超好的，导演，我意犹未尽，再来一次吧。就是他们两个戏外的相处方式，就跟戏内的也很像。他自己有设计要拿个牙签就衔在嘴巴里，然后无聊他就会刺我一下，我就把它抢过来，然后刺回去。这边吗？这边吗？这样不好。我再信你。没有，我真的是扎过。我就不姓陈，我姓纯。这部戏就在今天给自己这样一个行为的模式，就是为了戏里面更真实。刚好把它放到戏里面，也非常的符合。这双鞋啊！慢点吧，不要！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建立是成立在跟王波尔两个人的互动上面的趣味，其实是一个比较喜剧的呈现方式。看他们当着面都敢闹。演员的互动出来的那个化学作用，其实就才是更惊喜的东西。当你碰到可以跟你撞东西出来的演员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就是看他丢什么词，我再丢什么词出来。因为你蠢啊！我蠢，我是因为你啊！我不是你，我早就上警司了。要不是我能有今时今日吗？还记得前年我在深水埗抓小偷去铜锣湾扫黄吗？我记得啊，那小偷没抓成，经理没抓到。我抓小偷破获了伪钞集团，我抓妓女，我破获了连环杀人案，知道吗？要不是我能有今天跪下来谢我。我跪下来谢你。全都是误打误撞啊！你要是可以给我好好报案的话，不用下跪，我帮你烧香都可以啊！烧啊，把我拿回家烧啊，拜啊！赵三才帮你拜啊 ！OK， 快点。可能都是两个电影上的新人吧，然后在这个又马上在一起合作，可能就会觉得说，从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契合点。对戏的演员是一个可以给很多东西的人。就是那样子就像打球一样嘛，这样子打来打去球才会精彩。还蛮多造型的，稀奇古怪的，什么都有的。他是希望刘诗诗在他的戏里他是千变万化，古装的。对。哇，好灵哦！哇，真的好灵啊！好灵哦！现在是外卖的。找本医生啊。外卖女生就是整个样子，他们每天也叫那个外卖，这非常的棒。等一下是那个美少女，就是 Sailor Moon 那个黄色那个假发。妖怪出没，小心！谁呀？特别美，我有点想笑了。很好玩，传说中的雪冰月。爱死了！一二三，动！私底下她是比较内敛的一个女孩子，刘诗诗就斯文大方的。那么，所以她希望她是很朴素。其实我比较喜欢她就是生活中的造型。好。这个要把头发盘上去。很明显没有穿婚纱的那个激动的兴奋的心情。头抬高少少。细力啲啊！胃痛啊！你神经病吧，先生！这个是图。不是不是。我很保守。我巴不得穿长裙，他不让，他不让。她本来就真的很漂亮，还有很有那个气质，对，穿什么也很好看。出来呢，我们感觉呢，诗诗其实真的可塑性很高。